先喝水水好不好？为什么不喝呀？喝水水咯。哎呦，我们到超市了。行了，到喽。柿子，柿子，草莓你又不吃，那种细长的，跑不了，太好便宜了。现在我们去另一个超市哈，去买调味料。还在那里在买面包。就是昨天看评论都很差，就是说面上的承认错误，心里面根本好像就没那么想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做的太假了，对不对？喝了番石榴的果汁喽，张欣姐姐，哎呦，开心哦，开心哦。Thank you.